Hello， 大家好，以及 Nerf Elite 的社团朋友，大家好。这是我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影片。台湾国人，我们自己在 Nerf 这一块啊，比较少一些介绍。像国外有很多介绍、开箱以及改装的一些影片。一直以来，我也很想要做这一块。首先，因为手上最近又买了一把枪，这一支是 Raven， 台湾叫做掠夺者自动冲锋枪，台湾的翻译我一直很不满意，不过这也没办法。然后这开箱主要是让刚接触的朋友，或者说没接触的朋友，或者说社团的朋友们来做推广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物是这些，它有枪本体、弹夹，以及夜光的子弹18发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枪的本体，所有的内容物除去包装，就如你所见的这样子。它的配色以这个系列现在的系列来说，我觉得算是挺不错的配色，符合夜光的那种荧光绿。这是他这次附的，里面附的18发弹夹。弹夹它本身就需要吃到3颗电池，才可以让它做一些它这个系列的一个应有的特效。它开关的下面，打开之后，它里面就会有蓝光。其实这挺酷的，是一个设计。它就在弹夹这边，让子弹吸这个蓝光，那可以做到夜光的效果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枪的本体，它本身要吃4颗的3号电池，在我们一般的使用情况之下，给它1、2、3、4。好，现在我们是原生就一般的 1.5V 的电池4颗，给它 6V 的输出的情况之下，装起来就像这样子。我们可以听到它马达驱动的声音，当然以原厂来说，这马达驱动是稍嫌，对我们来说稍嫌弱了一点。我们现在感受一下4颗 3A 1.5V 的电池的威力。马达声其实是相挺弱的啦。等一下我们会做电池的置换掉的一些比较。